我是小虾米。之前说好的 SHF 极乐贝利亚可算是出货了，这次我们也是尽快入手，免得一不小心呀、咕咕咕咕咕。贝利亚呢，主要动漫系列里首屈一指的大反派，人气自然是不低了，远古自然是不会放过它的商业价值。这次的极乐贝利亚呢，是在去年捷德奥动漫里作为 BOSS 登场，算得上是目前贝利亚最强的形态，不过最终呢还是被自己的儿子捷德给亲手干掉了。但是啊，根据远古的料性嘛，小米以后肯定还会继续找各种理由把这位老父亲拿出来鞭尸。之前也是对这只的期待值还是蛮高的，官方定价在6000日元，目前现货价大概在500出头，作为魂线现货价称不上特别的夸张，不过还是来一起看看到底值不值了。外盒看上去第一感觉呢就很帅，以黑色为主的基调似乎正好和捷德的白色相呼应。从背面的官图可以看出，这款贝利亚和普通的奥特曼区别还是不小的。打开内盒可以看到主体和配件，基本算得上是应有尽有吧。这里附属的替换手型还是挺丰富的，感觉自从上次的欧布安亚之后，到最近公布的 X SHF 奥特曼系列呢，似乎已经开始舍弃特效件了。经过欧布安亚的残次品一般的品工洗礼，前段时间贴吧微博流传很广的极乐贝利亚试玩实拍图，似乎让不少同学冒冷汗，这涂装怕不是要凉凉了哟。不过拿到实物后感觉还不错，基本上都能接受。全身上下的自洗涂装在 SHF 里呢还是很少见的，就是实物显得脏脏的，且不说皮套，就对比官图那都感觉要差不少。但是在身形方面可以说还原度非常高，来对比一下剧照，哎，基本一致。看这身形的份上啊，涂装的小瑕疵那就先原谅了。剧中贝利亚使用安培拉星人和黑暗怒加尔两个怪兽胶囊进行融合，所谓黑道极致自然白，就是这个道理了啊。极恶是在贝老黑众多形态里为数不多挺起腰杆的，不过就感觉整体风格上来说，始终还是没有我们熟悉的贝老黑来的霸气啊。头部造型对比贝老黑呢更加棱角分明，表面的自洗涂装在经过洗漱剂的擦拭后顺眼了不少，眼部里面的界面涂装在黑白褪色的主体上非常的突出，但是对比剧中的感觉呢要暗那么一丢丢。可动上头部基本是正常水平，无论是低头还是上扬以及左右摆动都有较大的活动范围，或许是因为本体是深灰色作为底色，所以正脸的自洗瞬间效果要比白色部分好上很多，至少不会那么脏。另外这次极恶比起其他 SHF 奥特曼最大的不同就是没有了替换胸灯，毕竟剧中的灯呢也是没有变过颜色的。去看这部分的可动同样中规中矩，前驱后仰范围很不错，即使后背还有大大的背鳍也同样没有明显的干涉，左右摇摆可以达到个30度左右，也是完全够用了。接着就是胳膊，这里的肩胛设计在奥特曼里同样少见，不过非常非常容易掉，不注意角度的话即便是简单的平举都会被崩飞，导致整个把玩体验大打折扣。忽略肩胛问题的话，肩膀可动呢还是非常不错的，肩胛活动关节也不会阻碍平台，手肘部分嘛不必多说，都可以达到正常活动范围。再来就是手部，可以发现这个握拳手造型非常诡异，大概是完全参照了皮套握拳时的模样了吧，感觉怪了瘦的。此外这次提供了不少替换手，除了标准的掌型以及植物手腕，还可以看到颜色完全不同的一对掌型。开始啊我还一头雾水，后来看了介绍才知道，原来这是极恶地狱爪，和贝老黑的贝利亚爪类似，都是贝利亚的武器，并且还直接打趴了无限赛罗。全身最有亮点的地方还有属胯部关节，这里看似和捷德的结构完全一样，但其实关节呢又用回来 SHF 常见的拉伸关节。这个胯部可动啦，大概是第一次在奥特曼里出现，可动上也获得了更大的范围，前力甚至可以达到100度左右。另外在大腿外侧还非常贴心的设计了一个可动结构，整个白色外夹可以大范围旋转，所以这里在还原造型的同时也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对可动的影响。膝盖部分的可动由于外形干涉大概只能做到90度，这里的膝盖呢由于皮套外形的缘故导致在弯曲时断层比较严重，看上去不是很和谐。先来看一下脚踝，这里虽然外形看似接地微距，但实际上呢是没有问题的，完全可以满足各种 pose。 最后就是武器啦，贝利亚又拿回了自己的千兆格斗仪，据说这次的格斗仪比起 UA 版本质感呢要好上不少，并且中间的连接棍也不会那么容易断，不过当然还是要注意别大力出击器了。在细节上这个格斗仪的表现还是很不错的，顶部的机械刻画很到位呢，有没有
这款极恶贝利亚可以说在近期的 SHF 奥特曼里表现很不错了。表面脏兮兮的自喜不爽的话呢，可以用稀释剂擦除。格斗上对比同系列其他奥特曼基本都要强上一些，所以除开肩甲之外也调不出太多毛病。对比同样是魂线的波安药就要好上太多了。魔爆上现货价格也算比较稳定，对于没来得及预定的同学来说还是值得入手的。另外万代最近又公布了 SHF 无限赛罗作为贝利亚的死对头，并且又去实力与人气于一身，当然是买买买买买啦。至于尊王杰德就让他去吧。那么好了，这次的测试时间就是这些，可以关注我的新浪微博下面大魔王与我交流，以及获取节目最新动态。喜欢节目的话千万要记得关注我哟，我们下期再见啦，拜拜。